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我们在夏威夷的第一天，算是第一天，因为昨天到了以后没有任何的行程。现在是早上9:30，然后我们下来，来这个网红店 Kona Coffee 这边买一个咖啡，然后买点小面包吃。怎么样，季姐？保佑，保佑。早上好，今天是我们在夏威夷的第二天。今天我们的行程是早上要去植物园，想说可以去拍下照嘛，所以呢，我就穿了一条这个吊带的连衣裙，红色的，就拍照我估计会比较好看一点。下面穿了一双拖鞋，我们还有个，你在干嘛，爸爸？你是不是坐在那捣蛋呢？然后带了一条。Fadoma 的这个项链，这个也没给大家看过，一条金色的，中间点缀了一个这个绿色的这个小宝石，我觉得还挺精致的。这个我们这次来呢是跟一帮朋友一起过来的，就是每次旅游的这几个好朋友，对，也是很久很久都没有出来玩过了，所以这次出来还挺开心的。就是疫情以后我们自己这个小家就再也没有出去旅过游了。然后这次订的这个酒店呢是 Prince Waikiki， 我们订了，因为我们人比较多嘛，所以就订了一个大的一个套房，它是有两间房的，就住起来非常的舒服。我们自己带的床单啊，被罩啊。如果上午去了植物园不是说太累的话，可能下午我们还会再去一下那个珍珠港，所以就是行程也还蛮满的一天。对，到时候再给大家更新吧。你想跟大家说什么啊，爸爸？你还没洗脸呢，妈妈给你洗个脸吧，好吗？我们刚刚到了这个植物园，然后停好车，这边空气好好哦，里面全部都是绵延的山脉。今天是我们在夏威夷的第三天，带纽扣去一下珍珠港。昨天早上呢，我们就出发去了植物园，从那边回来以后呢，我们就去吃了一个烤鲍鱼，那个烤鲍鱼还挺好吃的，因为那个店呢就在我找的一个猪排店的一个旁边，所以就正好就可以打卡一起去吃，还挺好吃的。而且梅林猪排主要是给游客可能去的比较的多，然后我去的这一家呢，基本上我们去的就时候店里面全部都是日本的这种 local 的一些当地的一些人去吃的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正宗的。哎呦，又坐下来了，你怎么老是坐下来？你今天跟妈妈穿的母女装是不是啊，我的爸爸？我们今天都穿的这个粉色加上背带裤是不是啊，爸爸？我们现在刚刚进来到了这个珍珠港这边。我昨天晚上是在网上买好了票，因为我怕万一现场太多人了，就带着他排队太辛苦，所以我就先提前在网上把票给买好了。因为这个里面是不可以背包的嘛，所以我们就纽扣背了一个背带，这样子就方便一点吧。
备上这个战舰，上战舰了。会去一个果冻蓝的一个沙滩，很漂亮。昨天就是从那个珍珠港下午回来以后呢，我们就直接去逛街了，很多想要的东西都没有。这裙子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它是这个蓝底，然后上面起的这个黄色的大花，我觉得还蛮适合海边那个造型。它是整个这个设计是比较露的，这种就前面是这种低胸的大 V 领，特别是胸前这一块比较容易走光，所以我就贴了一个这个，随便那个超市都有的卖的，加固在侧面，然后胸前这边，这样子它粘住就不容易走光。现在呢，我们是打算去那个 Island Vintage Coffee 去买一点 brunch， 因为今天是在海滩那边嘛，所以可能会玩的比较久，就怕中午吃不上饭。然后刚出门前已经给纽扣先喂了一顿了。晚上我们是订了一个还挺好吃的日料，反正到时候晚点再跟大家更新吧。我们现在刚刚到一个海滩，好热哦天气，然后我还没有涂防晒，都过到那个到了海滩边然后再涂，现在再慢慢走过去，天气还是挺不错的。姨娘，妈妈一起带妈妈是不是？对，她好害怕哟，哎呦。小孩好像来到海滩都比较害怕一样的，对不对，爸爸？你想不想试一下踩水呀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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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好好好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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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抱紧妈妈，出去抱紧妈妈。看看裙子小鱼啊，爸爸小鱼，爸爸。Sometimes I don't even know where I'm going at first. All of the turns that I had to unlearn. Back to the surface, the feeling of all that we learned. I don't always think about you till First Avenue. That's when I do.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?你要说什么？我们现在到了一个热带雨林，里面蚊子很多。这可以上。
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在那个这边的一个灯塔的一个景点，太晒了，今天我就把脚下的这个防晒衣给穿上了，可以遮下阳。它这个防晒衣挺好的，因为它很薄透，又不会说特别的闷热，但该遮的呢又能遮得住。啊，你看这边景色特别好，有海，有山。很舒服，纽扣在这吹着小风扇，然后吃着小饼干，是不是啊，爸？咦？嗯，晒晒是不是？晒是啊，晒是。现在在一个高速公路的旁边，然后等那个一个小甜品，它是吃芋泥跟雪糕的一个地方，就也有其他东西吃，但它这个招牌好像是那个热芋泥加雪糕。上午去爬了一下那个 lighthouse， 现在下来到这边先买一点吃的，现在都下午3点多钟了，然后我们还没有吃东西。现在在 Sunset Beach 这边看日落，然后在这边拍一下照。这边的湿度特别的大啊，我整个那个刚在地上坐了一下，所有的沙子全部都粘在了我的腿上身上。有很多冲浪爱好者很喜欢来到那个Sunset Beach， 就北岸这边来。大家看一下后面的浪多大。Thank you.